一路风雨却从未迷茫，一路拼搏却域名方向，一路梦想终成行业标杆，一路跨越铸就无限辉煌。国贸减速机集团有限公司。在国际花园城市武进，在武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一座全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减速机和电机研发制造基地傲然崛起，它就是中国减速机行业的崭新标杆——国贸集团。这是一方神奇的热土，这是一座传奇的摇篮。1993年，一群心怀梦想的创业者，凭借同心同享、同甘共苦的进取精神，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豪迈气势，开创了属于他们的辉煌传奇。从生产百线蒸轮减速机起家，占有量远远领先于国内同行，到具备自主研发能力，每年开发2至3个系列新品减速机，并迅速占领市场。目前已拥有 BX 系列百线蒸轮减速机、CDY、ZLY、ZSY、ZFY 系列硬齿面圆柱齿轮减速机。ZLYJ、ZSYJ 系列挤出机专用硬齿面减速机 ，DBY、DCY 系列硬齿面圆柱圆锥齿轮减速机 ，G2 系列斜齿轮减速电机 ，GS 系列斜齿轮涡轮涡杆减速电机 ，GK 系列弧齿锥齿轮减速电机 ，GF 系列平行轴斜齿轮减速电机。MBY 边缘传动减速机 ，PV 系列通用齿轮箱 ，GX 系列行星传动减速机，符合最新国家能效标准的三厢异步电动机等20几个系列、上百个品种的减速机、电动机产品，并且具备各类飞标减速机的设计制造能力。国贸集团成为了中国重机协会代式输送机分会和给料机分会的重要会员，是中国通用机械协会理事单位。2008年，获得中通协颁发的中国减变速机行业20年发展突出贡献奖，多次被评为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江苏省民营企业纳税大户、江苏省民营企业就业先进单位、江苏省安全生产诚信企业、江苏省平安企业、常州市五星级明星企业，连续多年被评为3A级银行资信企业、信用合同3A级企业，并被常州市国地税局认定为 A 级纳税信用单位。2010年，国贸商标被行政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并成为常州市政府重点扶持的510行动计划塑强塑大类百亿目标企业。如今国贸集团已成为总资产超20亿元、占地面积63万平米、总从业人数逾3500人、具备120万台减速机、80万台电机年生产能力的行业领军企业。国贸跨越式的发展
并能够稳居潮头，立于不败之地，主要就是瞄准了人才支撑、品牌驱动、创新发展的企业运作模式。企业要充满发展活力，人才是关键。在多年实践和观察中，国贸形成了自己的人才观，忠诚大于能力，能力重于文凭。国贸面向全国多渠道招聘人才，注重的是人品和对企业的忠诚，注重的是要有学习实践的能力。国贸注重对人才队伍的培训和培养，提出了创建学习型企业、争做学习型员工的号召，在企业实行全员学习活动，并且制定了技师培养机制和干部聘用机制，为更多有技能的人提供发挥平台，为更多有志向的人提供成长通道。各显其能，人尽其才，重用那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重视那些能够熟练掌握技能的人，重奖那些能为企业创造财富的人。推进品牌战略是国贸长久立于行业龙头的制胜法宝。品牌驱动不仅取决于拥有优秀的人才队伍，还依赖于先进的技术、精良的装备和科学的检测手段。多年来，国贸投入巨资进行技术改造和装备提升，目前已拥有从德国引进的尼尔斯成型磨齿机、日本引进的欧库玛卧室加工中心、齿轮检测中心和三坐标测量仪，和苏南地区最大的600千瓦整机形式试验中心等一大批国内外先进装备和检测仪器，能承接单台重量超100吨的重型齿轮箱制造加工。强大的研发制造能力为国贸集团获得了总计50多项国家实用新型外观和发明专利。国贸集团自主研发的大型列车齿轮变速箱被授予2011年度江苏省优秀新产品奖。国贸集团率先在同行中通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18000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被省科技厅认定为减速机传动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被省经信委认定为省级解技术中心，并被认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让国贸集团充分保持了产品研发的领先优势。创新发展是国贸持续成长的助推器。国贸不断创新管理理念，持续改进了各项管理体系，大力实施 5S 现场管理，引进精益管理思想，结合 ERP、MES 等信息化管理技术，建立了行业领先的 GPS 国贸生产方式，引进了可支撑全球化运作的 PLM 产品技术管理系统。国贸不断投入资金进行技术创新和工艺改造，创建了三维设计系统，实现了产品的三维模型设计、运动仿真模拟和有限元分析，并和国内知名设备供应商共同开发减速机专用加工设备，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研发制造实力。为了更好地树立品牌形象，国贸从市场需求出发，加快服务创新，在全国80多家销售公司推行 4S 营销模式，分区域建立服务中心，实行全国联网服务，不断强化服务组织体系，为市场提供高效的服务保障。企业的诚信就是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国贸集团时刻把诚信作为企业的育人之本、立场之基、兴业之源，将质量意识、服务意识融汇于诚信教育之中。
通过人品工程的熏陶，做高素质的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这一观念在员工中已达成广泛共识。凭借优良的品质，完善的服务，国贸先后为韩国谱下中国一重、中国二重、鞍钢、首钢、中冶设备、宝鸡石油、飞达环保、海螺水泥、徐工集团、经纬管道等大量的高端客户配套，这些客户成了国贸最好的市场宣传员，有力地提升了国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社会是企业生存的土壤，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最终价值体现。国贸从创建初期就把这种思想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中，先后向武进区慈善总会、区政协扶贫基金会和各类社会捐款捐助达5000多万元。身为常州市和武进区政协常委、武进区工商联副主席、武进区慈善总会副会长的集团董事长徐国忠，在关心自身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不忘携手桑梓共同富裕。特别是在担任湖塘镇商会会长后，组织商会成员举行培训提高活动，并亲自为商会成员培训，带头成立了3个国贸千万光彩基金，倡导商会会员企业成立了8个百万光彩基金，可谓恩泽乡里，情满武进。对待自己的员工，国贸捧出的是一颗慈爱之心。在企业发展人人有责、发展成果人人享受的理念引导下，国贸不断完善薪酬增长模式和福利保障体系，兴建了宿舍、食堂、浴室、图书室和健身活动室，为员工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2004年，集团在徐国忠董事长的带领下设立了职工扶贫救济基金会，基金运行至今已发放困难救济资金300多万元，近600名困难员工得到了及时救助。国贸在地处反烟城规划区域内建设了占地80亩的国贸新家园项目，该项目极大地提高了对内部骨干员工的住房福利保障能力，解决了部分骨干员工的户口问题和小孩读书问题，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真正体现了国贸人为本、家温暖的家庭文化氛围。只手摘星铸精品，一路高歌掌乾坤。国贸，一个更具竞争优势的减速机、电机研发制造基地已强势显现。在这更高的发展平台上，全体国贸人以昂扬的姿态背负着百亿目标、百年企业、引领行业、主导未来的远大使命和未来愿景，踏上了2次创业的宏伟征途，正朝着生产专业化、质量、精品化、市场国际化、管理现代化的伟大目标阔步前进。中国的国贸，行业之领跑；中国的国贸，民族之骄傲。